这十几万真的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买栋别墅也不贵啦，几千万、几千万那个美金而已啦，几千万美金，那个我大概工作个10辈子就有了。确实。变大只了，会期待看到小欧的真面目吗？又不是什么绝世美少女，是有什么好期待的？现在什么环节？聊天环节。我现在想想看呢，我现在。我衣服都洗好了，我现在还要那个什么，我还要整理衣服，然后我还在想我那天要穿什么，要怎么搭配。你看到小欧真面目吗？看得到吗？他说他戴口罩一样。想归说你们比赛输几把鸡，你晚上就要补吃几把鸡。其实我还觉得很好玩的啊，就是那个可以去美国那个什么，别人出钱出门玩，当然是很好玩的、啊。竞争加隔音耳机，竞争加耳机，隔音耳机，没事，我没有跟他睡了。到时候跟 Yuki 开 PN 还得可以直播，我还要帮我们的 Yuki 买东西耶，我买那个4盒那个牛轧糖，唐村的牛轧糖。等一下、哦，找一下那个。想说给他们带过去给他们吃。唐村晚鸟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啦，这个。我记得我买的是，看一下，怎么没有那个盒子、啊？唐村牛轧糖还蛮好吃哦，我买这个法式牛轧糖。其实我觉得比起收到那个礼物，对不对？我其实有时候不会想收到那种，就是比赛加油爱你哟。收到那种就是什么凤梨酥啊，吃起来很麻烦，会掉渣渣。牛轧糖我就觉得还不错。我买了4盒而已啊，就是那个认识的人送一送。唐村好吃对吧、啊？唐村还蛮好吃的。其实我之前吃过最好吃的是一个东西，是那个等一下。